进行起跑的仪式。我们在这边提醒大家几件事情。第一个，可能我们起跑的时间跟中原标准时间有一点点的差异，提醒大家在擎天拱门下方的计时钟08:00的这个时间，我们准时起跑，配合昨天晚上9:00出发的100迈以及100公里的夜间组的跑者的时间，这个时间里面可能跟中原标准时间相距了0.5秒，所以在这地方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会依据大会的计时钟的时间来做起跑。第二件事情，面对舞台的右方是我们地区的这个地区里的东方，也就是我们东山河以及太平洋的位置，是我们东山河以及太平洋的位置。我们待会起跑的时候是在舞台的左侧方，我们待会起跑的时候是在舞台的左侧方，通过擎天拱门以后向着东方左转，向着北方一直跑到东山河的河底，接近海口的位置，然后过桥，然后再跑东山河的右岸，向着南方跑，经过加东桥以后折返，从这地方到加东桥的位置大概有10公里的距离，也就是说我们100公里日间组的跑者会来回5趟，来回5趟，1020公里，1020公里，从这地方到加东桥折返点的位置是10公里，然后从加东桥再回到这里又是10公里，所以100公里日间组的跑者，你们要跑5圈啊，要跑5圈，这个是非常比较好算的哈，不像我们100迈的，他们要在前面400多公尺，然后做折返嘛，就跟各位这个，就待会跑的时候就比较简单一点。第三点事情，如果你有必要将你个人的补给品或者是替换的衣物放置在中途站的话，也就是加东桥的位置，可以现在把你的物品放到讲点区啊，讲点区这边的一个大水桶箱里面，我们会帮你把它送到加东桥。提醒大家的是，你可能会提前回到终点来，那么你要算一下时间，在第四圈的时候，在第四圈的时候把你个人的物品带回终点。如果你要配合大会将你中途站的物品带回起点这里的话，可能时间会比较晚一点，因为我们统一带回来的时间是今天下午的6:30，所以可能你在4:00就结束你的赛程了，那等到6:30这时间很长哈。那提醒大家，如果你脚程比较快，那可以在第四圈的时候，在第四圈的时候将你的个人的物品自行带回来一下。第四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起跑以后大概在这个广场的最尾端有个热食区三餐的时间里面都会提供热食三餐的时间都会提供热食，所以请大家通过擎天拱门的时候记得进行补给。第五点，我们现在的温度是-21°，预计在中午12:00的时候温度会上升到26°，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又会温度会下降，请大家注意一下保暖。那么今天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阴天，就算下雨也只是毛毛雨不会下大雨
跑起来应该是非常非常的舒适。第六点要提醒大家的，我们所有的补给站不提供纸杯，我们所有的补给站不提供纸杯。如果你个人没有带环保杯，可以到我们的公社的补给站那边领取开馆通知所提供的环保杯，然后个人携带在身上，沿途进行补水的动作。这个环保杯的容量是200cc， 这样子的讯息提供给大家。我们再一次提醒大家，所有的补给站我们不提供纸杯，所以请大家秉持着环保的概念，自行携带环保杯。如果你没有环保杯，我们在这地方有提供一下由开馆公司所赞助的环保杯，它领取的位置在我们的大会的公社补给区，可以到那个地方去领取，然后个人再携带在身上。现在就去领取了。是。我们今天赛程是2018宜兰东山河超级马拉松100公里，100公里日间组的赛程。那么我们有145位的跑友，其中有11位的女性跑友，请在这最后13分钟的时间里面，加紧做好准备的动作。那么会配合大会的计时钟，在计时钟跑到08:00的时候，我们进行起跑。今天我们大会的裁判长是周嘉欣先生，来，我们下面的时间请周嘉欣裁判长来我们解说一下今天赛程里面大家共同需要注意的事项。各位100K 的跑者请注意两点事情。第一件，这一场也是国手选拔赛之一，在创造成绩的时候记得不要有配速的陪跑，不要有配速的陪跑。第二件事情，镜片一定要放在所有衣服的最外面，包括雨衣。通过镜片感应点的时候，雨衣要往上拉。穿风衣的记得要把风衣打开，才能够感应到成绩。谢谢。开破成绩的好时机啊，待会跑步的时候应该可以好好的配速，大家应该都有机会哦。今年申请破 PB 的也是蛮多人的，要好好把握。我们这边祝各位可能获得很好的成绩，谢谢大家。6点钟我们另外一个赛程刚进行，我们在计时
中八四零。
拍了没有？拍了，拍了。
Thank you.
Thank you.
油，要休息，大哥加油，要休息，大哥加油，要休息，大哥加油，要休息一下。来，手举高，举快了，加油加油！好，跑过去，跑过去，加油加油！吴大哥加油！吴大哥加油！还有一圈，还有一圈，再两个小时。